早安，早安！今天没有打日马，郭猫抱歉了，郭喵抱歉了。啊，有没有失望？有没有期待落空的感觉？哎呀，没关系，还好。屁呀、啊，你那个脸，你那个脸看起来不像是还好呢，不说谎。没有啊，真的真的没有很难过、啊、那种。哎、欸，赶紧送去。欸、你那个怎么念？顺月吗？不好意思，我不会念，是吗？哎、欸、怎么我刚开你就揪过来？你是不是蓄谋很久？感谢青哥的揪团，感谢感谢。哎、欸，你也认识叶子哦？昨天跟他玩是真的是很突然啊，不知道玩不知道玩什么，突然就是哎、欸、啊，你有没有空？不然我们来玩这款游戏。无忌云安安，莫浅歌安安。一笑安安，等一下还有谁？哦，没有了。狼心安安，哎，刚好开台了，哈哈，这不刚好的吗？叶子姐姐是我宝贝，啊，真的假的？哎、欸，我发现我好像认识叶子，哎，其实我认识叶子应该是很久了，但是。哎、欸、靠！我的盒子。我好像跟他说，我有跟他讲啊，因为昨天要给他一个东西，然后 DC 因为太大档案存不了，我加了赖，发现说，哎、欸、不对，你的头像好眼熟、哦，我好像认识你。你的名字特别给力，对啊，怎么？哎、欸，那个博君一笑，该不会是因为上次也是嘛？上次你的博君一笑也是被说什么像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他说啊，没错啦，就是我啦，这样子。公园安安，这哪个伺服器啊？哦，这个不是古墨音，这个不是古墨音，这个是菜渣的伺服器。没有，因为两边伺服器来回跑，我觉得太辛苦了，想说我就先在这边玩，反正隔壁人那么多，应该不用怕啦。怕是怕说玩到最后又是两个礼拜人都已经没玩了。哎、欸，我想用加高哎、欸，都是各种樱花木做的吗？你说什么？啊、哦，你说伺服器哦？没办法，因为有樱花木啊，菜渣什么都用樱花木盖啊。这个是龟龟盖的。那这个桥啊，这个梯子是龟龟他女朋友盖的。来介绍一下、喔、目前介绍的设施，好吧？我们先从我们一开始这个菜渣其实精华有啦，就是他第一天盖的房子，对，就是我们的管理员的房子。這個、然后这个就是，那谁拿斧头削他皮？啊，这样子有没有树闯进来的一颗建筑？没错，就这个、哦。你有看那个吗？哎、欸，你那个，哎呀呀呀呀呀呀，那个。啊，对，然后这是农田、牧场什么之类的，啊，就简简单单的。然后这个桥原本没有这个桥，这个梯子啊，楼梯原本没有这个，因为有次半夜我跟拉拉就说，哎、欸，你不觉得每次都要爬到菜渣家很麻烦吗？要不要我们一起来挖这个？我说有啊，我想要这样挖，后来就是挖了这一条很方便。不然原本就这种崎岖有没有？崎岖这边原本是一个实体的，被它挖成这样子，看这个断层被挖的，不然每次要跳跳跳跳跳起来。哎，大圆啊，然后这个梯子，这个楼梯就是那个龟龟女朋友盖的。那碍于就是我们想说找个中心点盖个地狱门嘛，可是盖中间又不好看，盖哪边又不好看。我说哎、欸。
你家经过，不然就盖这边好了啊。我们的地狱门就在这里。好，那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地狱哥要盖这边啊，不知道是谁的，应该是拉拉的想法啦。对，应该是啦，就是这个是我跟道乙提去某一次早上，他被困在野外，然后喊救命，我就刚好起来，于是我们就运了熊猫回来。不冤安安令05520安安。他用摔的啊，他就是怎么摔嘞？跑跳跑跳跑跳！哎呀哎呀哎哎哎呀！不是，好，那这边是我们的第一个农田，其实盖在这边。这边是拉拉跟龟龟的，哎、欸，这个是拉拉的床，然后就是。这个就是他们的储物箱，然后第一个农田，然后后面附魔台就是，也就是一开始没有这些东西啦，一开始就只有这座，欸，这边其实是一座岛，后面被接起来了，这边其实没有连在一起，后面是因为接起来，因为我觉得很丑，是因为你看这边原本这边都是泥土盖的，我其实盖东西讲究就是维持现状这样盖，但是没差啦。这边就是我们类似活动中心的地方，大家平时都会在这边出没，所以其实设施都会盖在这附近。你看铁人塔，那在过去那边这个是苦力帕塔，都有稍微算一下位置啦，然后那个是甘蔗塔，村民交易的地方。那我刚刚不是有讲啊，这边原本一开始是我第一个农田，我想说就在这边盖农田，然后后面是因为这农田扩展之后，我就把这边收掉，改这个。我原本是要盖一个，就是直直过去，然后接到那边的一个萝卜桥、萝卜通道啦。可是盖到一半觉得好累哦，好懒哦。那刚刚不是说维持原状吗？原状没错啊。你看我才讲完，我自己就干了这种事情啊。说好的维持原状呢？那后面就是想说啊，这个好丑，来装饰一下好了，就盖了这个樱花大道，对吧？这个樱花，明白吗？这个樱花大道可是我这个伺服器盖最漂亮的东西了。哎、欸，怎么飞不起来？很浪漫呢、欸，肯定的吧？我一个这么讲究浪漫的人，浪漫的人，看这样子。其实蛮好看的啦。那再来这边是接通到另外一个人的家。那我没有盖过去，是因为我觉得这边是他的领地，我想说这边不要乱来好了，那就稍微盖了一下这个。这是原本一开始这个的雏形啊，长这样子。后面是想说后面加原木还蛮好看的，就加上去。对，长这样。哎、欸，谁在 YT 那边点爱心？哦，对 ，YT 有这个功能，就是你们可以点右下角的爱心。那这个就是优奈家跟阿优奈跟阿静的领地，这是优奈家，然后这边是牧场，然后甘蔗塔他们还没盖。那这边是村民繁殖的地方，村民在这边繁殖。然后这是铁人塔，然后哎，他的铁人塔发生意外，他的铁人塔不，他的村民交易所这边，他这边是自动的作物，这样自动的。他的这个我是觉得他被雷劈到啦，因为他原本避雷针好像是放这里，我说你放这边5×5内不是会变女巫吗？后来想想说，会不会也是小僵尸在咬人啊？因为他这边没有东西挡，就在猜说是不是小僵尸，因为这边都被灭光了。小僵尸的几率蛮高的啦，因为咬完一个看到再跳出来咬，你看他都没有防护措施，对吧？然后所以导致这一边村民都不见了。那个很大的花是什么资质的哦？那个是新的作物，它叫做，看它叫什么名字啊？
你说这个哦，很像一个穿盔甲架的人，对不对？穿钻石装的人，对不对？没有栅栏，不用栅栏啊，其实他只有有个那个，有个地板门就好了。对啊，手机的话，那个 YT 那边有像那个，很像抖音那种点点点点下去会有爱心的那种直播平台的。对，这个叫火焰花啊，这叫什么花忘记了。反正种出来就这样子，但是没有实质用处啊，就是拿来装饰的。然后我看一下哦，那这个是他们的附魔，那个村民附魔的地方，交易所。这样子就是有没有？就是一目了然嘛，看到什么就换什么。啊，这个是乙提的家，我们乙提大大的家。当时他的聊天是在抽名字，我刚好抽到，这就叫我啦啊！那再来最后就是这个这里了，那一。整个建筑几乎都是围绕粉红色啦，毕竟樱花木嘛。这个是蔡渣第一次盖的铁人塔啊，应该说这边很多都是蔡渣第一次盖，因为他之前都没有盖过这些。啊，我就是毅然决然是一定要让他学会怎么盖，他才会知道某些东西取得不容易。那这个是苦力怕塔。那这也是他盖的，这是有丢影片给他，他本来盖一层啊，结果他隔天早上自己盖了第二层，然后说有里面有发生意外，但是他都抢救好了，还蛮强的啦。瓶子花，对吧、啊？就是都在这。感谢雪莉的14个月啊，今天。今天有两个做法，就是啊，我想一下今天大概要干嘛了。今天应该也还是挖钻石啊，因为我才发现原来这件衣服它可以用石英。我想说，不然就黑白配吧，黑白配看看应该也很好看，就白色条纹的。还是我们开个单机看一下。我来看，哦，卡吓死我了！他怎么零趴？哎，刚感谢过了，还要再感谢吗？不用了吧，都这么熟了，应该。怎么好像有点卡？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好像有点卡？喂，断了吗？喂，没有啊。模板在哪里啊？原材料肯定在这吧？呦呦呦呦，捕手者，极境。哦，极境就这个是不是？来看一下。然后我想要原料石英。还有一个方块。哦，工作方块，功能方块。喂，还在好。
哦，这个，哎、欸，好像很好看呢、欸。欸，黑白配好像不错欸。好，当我没说。当我没说，等一下哦、喔，还有什么？我看一下。一开始还有什么？眼眸，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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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炫塔、乐谷、朱比、豪选。扶手嘞，看一下。哎、欸，你挂吧。好像又还好哎、欸，怎么办？晚晚安安，对吧、啊？就是因为新建材，所以都会拿来当材料。上一个假腹肌 T 恤，哦，你是说那个极境哦？那极境很难拿哎、欸，极境就是6%的机会开到啊。啊，最主要我们最主要好看的就是胸甲啦。海岸，哎，哨兵，那时候龟龟说他是很想要哨兵。什么意思？哦，扶手，哨兵。哦。中间十字可以用紫水晶吗？可以啊，我的原本那一套就紫水晶啊，就是因为想说改一下好了，紫水晶。你看紫水晶。哎、欸，这是哪一个啊？我好像有看啊，扶手吗？对，扶手、欸，哎，哦，啊，所以就是我觉得黑搭子就蛮好看啊。要不要用铁的颜色？铁哦，其实最好看的还是金色啦。想说，但是就是给其他颜色个机会嘛。好像这个比石英好看呢、欸，觉得有蓝色吗？青金石啊！感谢珍惜的100小起点，还是我们放个盔甲架出来啊？看一下哦、喔，建筑方块。盔甲架是在哪？这里吗？功能本性好高，没有我腿长，我腿长，身材还很好，我傻、啊、又没看过，好像有啦，等一下哦、喔，颜色，
等一下哦。哎、欸，对耶，钻石也行哎，钻石。等一下哦。这个不用了吧？哨兵是不是哨兵海？啊，先用这个。好像也可以耶、欸、我吸口水想看是不是，可是之前的耶、欸、会飞更高吗？说什么？你说小起点哦、喔、我看看哦、喔、我有没有存，我要不丢掉打图，好像没了耶、欸、我看信浏览耶，还在还在还在，我很久没拍了、欸，最近没有时间练了。哎，原本每天都在练的，最近没有练，太热了。大家就只是微微的形状啦，没有到很结实的那种夸张的东西，都是其实有一点形状就很好看了，没有想要练到很夸张的那一种。我只想要塑形，没有想要健身。你可以先拍一张，我要把手机带到浴室欸，厕所欸。怎么都那么好看啊，等一下、啊、还不错耶，你们哇哦是身材的问题还是盔甲的问题啊？让我有点啊啊，那我跟你讲，更好看的我只有给一个人，至于是谁呢？嘘。哎呀，这不就上面这一套吗？北西。红石。哎，我们后面来挑模板。就是看看搭到最后哪个好看，我们就用那个来弄。黄金。玉髓也可以。玉髓弄出来会怎样？好。变回玉髓，等一下，好特别。哎、欸，原本就会发光哦、喔，哇，他加模板还是会微微发光哎、欸，白痴。那这个就不考虑啦。不得不多黑金就真的是很好看啊，你看其实真的最好看的还是黑搭黄啊，黑搭黄就是醒目的颜色啊，你不然那种交通安全为什么都是黄黑的，黄黑就是因为他们对比鲜艳啊，你看晚上的话是看得到黄色嘛，白天的话看得到黑色。所以那时候我其实想用黄黑啦，可是想说大家都用一样的，还是要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对比。
然后红黑的话也是蛮好看的颜色，危险的颜色，哎、欸，好好看哦！天哪、啊，红黑是大自然危险的颜色。有人来参观了，没有他哦。你要穿吗？哎哎哎哎！应该会剪吧？垃圾不会。绿宝石嘞，正在用啊，还在用。还是你是说绿宝石在大自然是什么颜色吗？哦，没什么颜色，就只是一般看得到的颜色，你也不会在路上看到其他很特殊的绿色吧？还是我应该把这个光关掉啊？资源包，这个就不会发光了，这个不会发光那么明显了。它这样子，淡淡的，它不会发光。这样就还好了，好像资源回收。啊什么啊？我少了什么、啊？红。好像最好看的还是黑金哎、欸，哎、欸，这是根本我嘛？等一下哦、喔，还是换回来，这根本就是我吧？喜欢不会发光的红黑哦、喔，喂、欸，来，你再确认一下。哎，最好看的还是这个哎、欸，我还是喜欢这个哎、欸，这个或这个吧，奢侈的颜色，橘色好看哎、欸，真的吗？你这么喜欢我吗？好，我们现在模板确认好了，对吧？颜色先统一用黄色哈，找一个白色，白色很好啦。听你们的，白色，你看这就比较银啊，那这就比较白啊，他们两个在一起哦。看屁呀、啊，没被打。白色和女仆装，哎呦，金诺亚安安，哎、欸，你是不是导盲犬那边的观众？玉髓咧，玉髓很玉髓、欸。玉髓如果没用发光的话，很不明显欸。它其实有吧，看得出来它发光的话看得出来纹路吧。羊毛安安，繁星这皮当初画了多久？这不是我画的，是我请人家画的。对方当时画很快，只是他在处理一些就是配件的时候，因为边学习边弄的比较多比较久。
来，我们来开始挑模板吧。肋骨、猪鼻、眼膜、炫塔。啊，我们等一下都测试那个，胸甲就头盔也要乌龙好喝安安才发现僵尸几率捡装备不一定的，对，僵尸不一定会捡，可是困难模式一定会捡啊，不是吗？没事啊，可恶，好啦，算了，算了啦。他。人家头会变吗？哦，有啦，后面啦，这啥？这是眼膜。感觉眼膜。等一下，眼眸也太像女仆装了吧？等一下哦，它是波浪边呢！天哪！帮我记下眼眸，眼眸是女服装哦。莫名有点好看哎，好恐怖哎，这被搞的话会完蛋哎。干嘛啦？不要推哦，在忙哦。啊，点头。先确认头盔，这是什么？炫塔？不对，炫塔才是波浪边啊，眼眸才是现在那个。眼眸的头可以耶，眼眸的头应该用安德吧？可恶，等一下。头盔换紫是什么？头盔哦，有换好了，换好了。如果有延迟的话，要 F5 一下哦，重整一下哈。眼膜的头，可是他的肩膀好看啊，可是衣服，衣服就还好。猪鼻。猪鼻，猪鼻好像很棒，等一下等一下。不好意思。猪鼻，它差别在侧面呢，因为它侧面，侧面其实。刚上线，但是要休息了。你赶快休息，晚安，晚安。你先返回高高那边啊？对啊，你是高高那边啊，晚安哦，去，快，去吧。
猪鼻是旁边哦、喔，对，它两边好像眼睛、欸。可是我觉得它肩膀也好好看哦、喔。妈，我喜欢它的裤子啊。还是我那件还没弄的裤子就用这个了。我是不可能用炫塔的，你们不要想了，炫塔是不可能的。欸，这鞋子也好好看哦、喔。猪鼻啊，不是我拿小麦杠啊。哈，我是橘的，这啥？乐谷。哎、欸，哎、欸，乐谷是橘黄色的哎、欸。这个模板用铁钉，哪一个？猪鼻还是乐谷？还好哎、欸，我就只有、欸，我觉得它是做坏了吧？这颜色一模一样啊。看一下啊、喔，哎、欸，没有哎、欸，更亮哎、欸，挂台去吗？好，珍惜，拜拜。对耶，跟啃果虫无缘的，那就挂机啊，挂机就好啦。不要这么想，你看姐姐挂机挂的就很开心。还比对颜色哦、喔。欸，这个是真的比较暗欸，这件比较暗欸。哦，这件怪怪的哦。乐谷怪怪的哦。猪鼻模板加铁钉，猪鼻模板加铁钉。还好哎、欸，那它是橘色的话，它变更咖啡色啊，更暗的颜色。刚看过了，这样我觉得还好哎、欸。猪鼻的脚胶啦，脚胶跟鞋子我蛮喜欢的。还有啥？哎，这挂弄完了。好了，哎，要啥？极尽。交通北北身上的纹路。主人。哎呦，工匠，哎、欸，这怎么来啊？我从来没看过这几个、欸，哎，我们是不是也没有啊？向导，哎、欸，等一下，这几个。怎么那么陌生？主人，
怎么会没花边？普通，还好。有换自伟，那我要先去健身了。下次谁换自伟，我就先去健身了。还是啥？工匠。哎、欸，也还好哎、欸，这几个是不是很好取得啊？还是什么、啊？为什么？感觉就还好、欸，各有花边。哎、欸，等一下哦、喔，木者啊，这该不会是村庄拿到的吧？我看到花边哎、欸，哎、欸、不行哎、欸，这几个有纹路但没特色。好像小裙子，他缩图很像啦，可是侧面看起来，而且偏暗呢、欸，有看到吗？他其实跟后面这个钻石比起来偏暗呢、欸。李恩安安，哎、欸，这个防风镜好像可以耶，可是它是整个都是波浪耶。对啊，它是波浪到底耶，可是它不是那种裙一角是裙摆摇摇的那一种，裙摆摇摇，这个不行耶，没有，它可能行啊，但是我不喜欢。等一下哦，沙丘啊，沙丘是我找到的吗？脑鬼，哨兵，看看哦，白痴哦，我是哪一个哦？沙丘。等一下，我记一下哦，沙丘的衣服，然后猪鼻的裤子跟脚，好，记下哦。这是森林遗迹，等一下哦。我觉得，哎、欸，沙丘我比较爱哎、欸。哎、欸，你听过《裙摆摇摇像女神的笑》？下次遇到繁星开直播，我就买昂贵点的包子。下次吗？可能就明天了哦、喔。没事啊，你有能力再买就好了。感谢你哦、喔。玩了年纪还行吧，我可是老人呢、欸，你要想一下、欸，我很老哎、欸。今天都担心另一半会嫌我老了。等一下哦、喔。沙丘的衣服，然后猪鼻的裤子脚，好，我现在定这两个，我擦头部了，有内裤的感觉，我看哦，拜托，那你知道为什么超人都穿紧身衣嘛，对不对？救人要紧啊。来，我们捡海岸吧。哎、欸，海岸好像蛮普通的。
对，哎、欸，海岸其实很普通，但是好看的普通、欸，哎，没啥特色，但其实不难看、欸，哎，它倒过来就是个凸、欸，哎。重点要紧，没错。刚才其实海岸蛮好看的哎、欸，它的产量多啊。海岸是开箱子开到的嘛，开那个沉船。这啥？森林。啊，太简陋了吧！哎、欸，等一下这鞋子我好像也可以哎。完了，这披风有点搞事。这头盔，算了，不要好了。哎、欸，觉得这鞋子我好像也可以哎。我换一下朱笔的，等一下哦。好像猪鼻好一点呢、欸，比较大。哎、欸，哎、欸，对哦，不对哦，我记一下哦。刚是什么？搭衣服，猪鼻，裤子。丛林角，好，就决定了丛林角。衣服肩膀不错哎、欸，可是沙丘的衣服比较好看哎、欸，你看哦、喔，这是沙丘的衣服。我来搭一套好了，我看一下哦、喔，现在到哪里了？沙丘衣服，然后卢比的裤。猪鼻裤，这是哪一个？海岸。沙丘的衣服。我目前是这样啦、啊，除了头以外。目前是这样，有没有？可以吧？想要做一件胖旁边的箱子，对，我想要等一下弄一个，要确定钻石色了吗？等一下再开始染啊。对耶，看一下哦、喔，猪鼻。然后沙丘。身体，然后啊不，猪鼻是裤子，然后丛林是鞋子，啊荒野，靠，它叫荒野啦，有点像防风镜的吗？好像是牧者吧，可是牧者他是连后面都是防风镜哎。干嘛？等一下木子好像可以哎、欸，等一下，防风镜、喔，可他防风镜，他看侧面后面都有波浪哎、欸，啊，都有多头盔，没气哦、喔。有人记得防风性是哪一个吗？肋骨不是，猪鼻不是，是不是炫塔、啊？白痴，我炫塔我拿了。
事。向导。向导，向导，向导，这样吗？可是侧面，像斗鸡眼哦。哎，我们好像没有向导的盘呢。好，先暂定这样好了。然后等一下再调颜色。好了，我们现在看到哪里了？哨兵还没看。搞不好哨兵很好看。哨兵一顶爱用，我问开水。等一下，我干嘛不复制这个过来就好？肚子想睡觉，安安。哎、欸，对，哨兵的帽子，我好像也可以耶。别抱太大希望，你说哨兵吗？龟龟是说喜欢哨兵的十字啦，可是他说顶部也是十字啊。哎、欸，不对，它顶部就是墨西干头，哎，一条线，哎，它是墨西干头，哎，啊，他看不到，白痴。哨兵普通，这我不行，我也不行，对吧、啊？就是纵贯线啊。我看一下哦，最后了，最后了。哦，哨兵脑鬼，极尽扶手，没了哎、欸，对吧？沙丘极尽扶手，哨兵。脑鬼、哦、就你了脑鬼，哎、欸、他这个根本就是幻魔者嘛，哎、欸啊，以前初中天天看直播，现在都高中了，哎，恭喜你长大了。你们觉得如何？这好好笑、喔。不行，他可以搭别的吗？他头盔是可以啦，我头盔应该是可以接受啦，但是我看一下喔、哦、不行欸，好难搭喔、哦、哎、欸、还是我们头盔凯这个，因为好像有脑鬼模板吧，他、啊、这个啥向导石板好像还没有拿到，上衣像西装这个，哦对耶，那应该要等一下哦、喔，那应该要这个
家与谁？与谁？这个是啥？脑鬼？要这样子吧，对不对？哦，那这样子可以耶。好了，就这个脑鬼，记好，脑鬼就是铁加玉髓啊。玉髓里面铁吧，可是反过来的话就是变成，你说反过来吗？你说这样子吗？可是，你说这样比较像衬衫欸。啊，也不是不行欸，其实好像也是可以欸。我就裤子就不要花色好了，对吧？像裤子不要花色就好看多了。律师跑啦、哦！好，我们暂定脑鬼的帽子，脑鬼的帽子还不错。来，下一个，司机精彩的开讲。阿妞是谁？无守者。福州这也算是难拿的哎、欸，你看中间就一个米奇呀、啊，他中间是这个扶手者的脸啊，我不知道再一次就是左右那个头盔，还好哎、欸，对号了，一进，等一下，太好看了吧！这个，好吧，好像不是他缩图很好看，可是改金色看看。肯定是颜色不对。我不管了，极境，给我通通去找出来，菜渣龟龟啊！我在玩模组，没有啦，现在我们在挑装备。哎、欸，不愧是最难找的，天哪，太好看了吧！这，天哪，好啦，菜渣，我们去找了啦啊！菜渣今天不会开，今天他不会玩，他在忙。哎、欸，极境超帅的啦！哎呀，极境这样子啊，赢了，极境赢了，法不早安。啊，但我们最终还是这样。插棺材跟金字塔，金字塔有啊，我有找到啊，金字塔我那天直接开到四个哎、欸，
我那时候手超 O 的，直接开箱直接开到四个金字塔的，然后少界塔的也是我开出来的，向导、沙丘、猪鼻、荒野，帮我记好、哦。向导没有换脑鬼吗？向导、沙丘、猪鼻、荒野。好诶、欸、结束了。期望值40个开出一个极境模板，一个大城市大概10个箱子。说啥？我们一个开两个。我们一个城市直接开两个出来啊。我们要换哪个颜色？哪个比较醒目？除了钻石，这样看起来。金色。传说。向导、沙丘、都比、荒野、向导、可以吧？哪个好？我觉得金色跟钻石都好看欸，不是因为它红色没有太亮，显示没有到很显眼。稳搭。哎，还是钻石好了啦。对啊，我也觉得钻石好欸。好吧，这不可能投票，不要想了。资源没那么多。这样你看，这样子，因为已经有了嘛，附上去了，所以，哦，鞋子还没啦。鞋子是啥？鞋子是什么？沙丘不，那个荒野。鞋子是荒野，我看一下哦、喔，荒野。我好像有欸，等一下哦、喔，荒野没沙丘模板，记得是放在哪个箱子啊？这里。对啊，没有那个欸、欸、荒野。河豚。核弹的核欸。河豚安安，你好。哎，这是我的所有资源资产。我是不幸的兔兔。诺克大军安安。其实一直对我用幸运搞挖矿这件事情都觉得我很衰，从以前到现在都觉得这个东西用在我身上就是都可以用到概率最低的方法。我上次就挖5个钻石，有5个挖下来只有5个，
哦，期望值大概有啦，我刚刚挖了一组多嘛，哎，就，哎，以为再多一点点。那我看一下哦，啊，可是要青苔石哎，啊，等一下哦，鹅卵石。然后，然后咧，我鞋子、模板、钻石，好吵！哎，你的裤子可不可以搞一下，繁星？繁星，你裤子好丑啊！繁星，裤子，裤子是猪鼻，猪鼻没有。猪鼻是用黑色的那个石头吗？青蛙晚安。抛光黑石，哎，我来好人做到底一下好了，要这样收。好像又有点沙丘。欸，等一下，我要先升级它，升级模板，玉髓。哎呀，挖玉髓了，哎呀。哎呦，这样子我不穿衣服好像也很帅耶，欸，可以耶，欸，没有脑鬼，欸，嗯，不对啊，啊龟龟，龟龟的脑鬼放哪里？我瞧，我看。他不会放中介箱吧？哎，欸，好扯，好扯。
欸，我们的胸口是啥？有谁记得？脑鬼是头，胸口是什么？不穿衣服也是。我们胸口是什么？沙丘，沙丘是脚，猪鼻是沙漠，沙漠是鞋子。忘记了啊，炫塔吗？不对，炫塔是不是极境？猪人是，哎、欸，怎么进这个地图卡？猪人是裤子、胸口。哎、欸，这是沙丘哎、欸，对不起。哎呀，我错了。厉害了，厉害了！真的有在看台、欸，还得是你、欸。沙丘是要沙砖吗？我看一下哦、喔，我看一下哦、喔。沙岩、欸、真的是沙爆岩耶、欸、来帮忙推一点沙岩，欸，北西我自己箱子有才多自己，然后够贴心吧，帅炸帅炸！哎，这个鞋子就跟慢跑鞋一样好看，天哪、啊，好款好款！哎，剩头盔了，头盔真的没想法了。头盔目前就只有那个是啥？向导跟眼魔吗？好了，我们现在要干嘛？我们要去挖啥？挖核心？不知道什么核心？啊！去搞。要么搞钻石，要么搞那个玉髓。我现在玉髓有个问题，是因为我觉得我带个抗火药水去喝好了。虽然我知道可以烧很久了，但是带一下总比没带好吧？哎、欸，等一下，我觉得那边有两罐，顺便拿来酿一酿。嗯，就这里有两罐猪人交易到的，对。好。其实可以也可以再多打凋零啊，凋零骷髅头。刚是不是有鬼？没有，没落，很少，掠夺修补不行。
我家不安全啊，看一下哦，加红石。哎，我去把我的红石拿回来好了，挖一下，会缺红石哎、欸，等一下哦，哎、欸，咦，哎、欸，不对哦，我红石是不是根本没挖？啊，在这里啦，那没事了，没事。好了，就带一个在身上。好，出发，出发吧。现在是想要把这个啊不死的剑改成不死克星，用到黑那个玉髓，或是丝绸稿用到玉髓。层多高啊？等一下，31，岩浆层在31，然后它白色是玉髓，就是在31以下。哎，好气人哦！26。爸爸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啊，其实我也在等菜渣啦，就是我们可以去盖那个大矿机，是哪一层？15，我再下去一层。都有路，15。哒啦！世界吞噬者没有啊，就是往前笔直的那个啊，炸矿的。哎、欸，阶梯安安，等一下我受不了。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我在菩萨不求惹千年。求佛也没用，有啦有啦，我耳机听的是，不是那时候有个那边北七说什么？哎、欸，小姐小姐，请问一下，他是说我这个是助听器，我就哦哦，对不起，小姐小姐，请问一下，我这个是助听器，对。你刚唱求佛，对啊，但是他影片是说，对，我这个是助听器。哇，太准了吧？不是啊，就很多都是真的，刚好是夹在边边缝缝啊。好，我们就这一层挖吧。那其实我们稍早是挖15层嘛，那其实就是往下两层继续挖就好了。
然后记一下坐标嘛，3324。看一下、喔，这个是对。那应该在13Y 哎、欸，等一下哦、喔，会不会 YY 又突然蹦开啊？其实我们不想挖玉髓，我真的比较想用炸的玩玩看。啊，到时候用炸的，我们还要去再远一点的地方，因为这附近真的都挖过了，所以应该也都是挖不太到了啦。我们就往前飞个500多格。用床，可是床它蛮麻烦的哎，它炸完之后身边都一大堆火，就是爆开之后，然后身边都一堆火。床用床炸麻烦就是这个啊。哎，稍早我们上前几天不是有弄史莱姆呛壳吗？就是为了盖那个炸矿机，才驱动史莱姆的枪，然后发现说对耶，其实蜂蜜块也可以耶，有点难过。那其实也该弄了，因为有些粘性活塞就是需要史莱姆的，要史莱姆球，且繁殖青蛙也是要用史莱姆球。每次看到那个包围的紫橘光，就觉得说那边有玉髓。而且我们还没有羊毛机啦，那个好像听阿靖说优奈会盖，会想盖，反正那种太简单的应该就不会叫菜渣盖了，反正羊毛机简单嘛，侦测器一只羊，一个发射器，漏斗箱子没了，啊还有几个玻璃。7个玻璃又没了，因为羊毛机真的很好盖啊，你只要那只羊听话一点，羊毛机就 OK 了。那只羊不听话，你就是盖到死。喝水，好喝。
哦，好消息是今天可以开恒温，因为明天啊，不对，明天小朋友在啊干啊，那这是坏消息了。小朋友明天可能会在我家，所以这可能是坏消息了。不过今天真的好累哦，小朋友在哭在闹，我还是睡得很安稳。有些小恶魔。以前还不懂，看电视会觉得说，哎，这个老师为什么要虐待小孩什么之类的。哦，不是哎，真的小孩子一直哭一直闹，叫不听还是什么，真的很想掐死哎，完蛋了我，哎，完蛋了，小孩子真的不能给我顾哎，出事情可能，你们现在留意，如果听到北部有个什么虐童啊什么之类的，可能会是我。可能就会是我了。哎，怎么今天我的耐久没有发动到啊？已经靠好多了哦。我之前耐久花蛮久了欸。现在耐久运气这么差了吗？明天要早起，繁星晚安，郭猫晚安。隔天早上七八点，小孩也都大吵大闹的，没错。我不想生小孩，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会把他掐死。说什么？我也是不想要，我也是不想要生的啊。可是如果另一半真的想生喜欢小孩的话，哎，还是会尊重人家的嘛。如果真的对未来有规划有考量的话，就好啦，那我们来生吧。有了安眠药事件，你知道吗？那个安眠药事件还没爆发之前，我就先跟我家人说，哎，你看，这个安眠药是不是我上次讲的？因为他那时候真的哭到啊，我不是说我忧郁症的药，我就说，欸，还是我的忧郁症的药给他们吃。我直接把安眠药就是剥成可能四分之一块，然后给小朋友吃。哎，超危险的啦，这个九九。危险的九九。不是，欸，是真的会被吵到没脾气耶，欸。带过小孩的应该也都能体谅，能体会啊，不体谅，能体谅吧。就连他妈妈啊，也就是我姐，也都忍受不住自己小孩子的吵闹。在 YT 讲会不会被黄标？我们图奇见喽。如果 YT 等一下转圈圈那个直播中断的话，请来图奇看看我。哦，不是哦，我只是在分享，可能当爸爸的经验啊，什么之类的啊。你看，我今天就算真的画跟那种爸妈照顾小孩有共鸣的话题都不会怎样欸，因为他们真的就是想要把小孩架在那个墙壁上黏住，然后嘴巴可能也是拿那个东西捂住。那再来就是小孩子醒来就是要叫他们睡觉。有时候不是看说什么蹑手蹑脚的去冰箱拿个东西还是什么的吗？就轻轻拉开房门，小孩子就，哎，这是真的哦。我那时候只是睡醒，然后突然啊想尿尿了，然后看着隔壁的小朋友就说，哦，啊尿个尿应该没事吧？我就蹑手蹑脚，轻轻只是把房门扭开一点点，然后滴滴就，
哎，好烦啊！敏感，对，我都怀疑他们是昆虫，你知道吗？昆虫不是有些像苍蝇，他们是用体毛侦测空气，然后发现有危险，马上飞走。啊，我都觉得滴滴有这个功能的。小朋友的胎毛，比恐鬼症还恐怖，对吧？让他起体验起床重睡，有啊，我就说，哎呦，弟弟起来了，回去睡。我真的这样子讲了。哎，叶渊，我哎，弟弟起床了，回家继续，我回去继续睡。凡凡像哦，像什么？哎，别说了，我脸上一些憔悴的岁月痕迹，肯定都是小朋友带来的。我还在那边很佩服我的脸是娃娃脸啊，殊不知雇个小孩面容就憔悴了。起床吃安眠药，哎，对你有看到那个吧？护士的梗图，爷爷爷爷起床咯，要吃安眠药咯。这么近的距离，看一下哦。好，好，这就是缘分错过的感觉。你看，没空了，那才一个哦。哎呀，有缘无分，还要唱年轮哦。世上最什么事情是有缘无分哦？拱我，你拱我，你拱我，你拱我啊！还有你，满了，我顺便丢一下。尘归尘，土归土，肉肉归阿静了。哎，好肉，嘿嘿，赞啦！起来重睡，没有就叫他起来睡觉啊，不是也不能叫他起来啦，是他起来叫他回去睡觉。哎，肯定是不行，叫他起来继续睡的啊，因为你就把他叫醒来了。哎，疯了，醒来叫小朋友继续睡的，那肯定是没有当过父母的啊。速成好危险，哎，刚刚看到这边亮亮的，啊，往这边挖。好，这边没，这个血没用了，这个血太危险了。我们再挖一个浴水就休息，好吧，就回去修，不是休息啊，回去继续修修修修修。是我先挖到玉髓呢，还是稿子先快坏掉呢？啊，北七啊，我怎么是用这个修？等一下，我的工具稿啦，白痴。
看来报的是，报的是，报的是中介箱呢。太强了吧，不扣血。啊不对，我这是。哦，这没有修补啊，反正不吧，我这没有，我去弄个，等一下回去弄个那个啥，丝绸，也类似蜘蛛。哦，你说阿静，现在是讲话都这么敏感的吗？有猪想管我，哦，那时候就是拿工具搞 A 跟 B 去挖，再挖黑曜石，挖玉髓。就现在因为菜渣那时候喷了那个嘛，去中介的时候喷了装备，于是，哎，没有玉髓还是好。没有没有还是好亏哦，至少幸运或丝绸就不亏了哎。我知道谁惹谁了，哎，是我的错，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没事啊，只是眼睛被我戳瞎了而已，等一下再做个眼睛补它嘛。我之前最。好了，回家回家回家，赶快做中介箱出来，回家回家回家。三个是最赚的哎，好爽哦、喔！走了走了，撤了撤了撤了。然后这个我不想先做成玉髓啦，我这个应该没有要先做成玉髓，我想说留着做那个，哎、欸，好像可以，留着做那个炮台。他不知道至少三个玉髓，我想说就留三个起来开始做。这肯定是我们中介箱大大的功劳，谢谢中介箱大大，感谢你，因为有你。啊，我们那天不是在拉拉这边发现一个很酷的洞穴吗？我昨天开台，那时候开台不是进不去，我在开台前我进来看，他用玻璃补起来了，我们那个酷酷的柱子过不去了，可惜那片水池的主人把它封印了。不过这边有会发光的蝴蝶，还行。眼泪可以收起来了。好，那换这个。那为什么是生气的脸红？天啊，气到，这什么意思？可恶！你为什么要让我这么生气？为什么？这个是什么？好像傲娇还是怎样在气的、喔？
都是因为你。等一下哦。哈啦，复活，在干嘛？哎，5520晚安，看一下，好，这样子。收起来。哦，哎，这个去付丝绸好了，丝绸。紫心动啊！怎么还在冒烟？好好笑，这是害羞，害羞到冒泡。每次来都找不到书啊，书又被换光了哎、欸，这就是没洗澡的下场。有啦，今天香的嘞，今天的繁星香香的哦。19等欸，看太贵了吧。好，工具稿，妈其实就一模一样的稿子，可恶。哎，一起修好了。怎么是绿色的烟？哦，那是因为那个啦，我的背景，我的那个是，我现在我被绿了啦，没有，因为我这个背景是绿色的，所以他如果要换那个颜色的话，要跟着换，如果换其他颜色就会是其他颜色的烟呐、啊，所以懂吗？颜色偏绿，啊，不要在意那么多，没人绿我，没事没事。不知道怎么改变景颜色啊？我看一下、欸。哇，被看到了，取消。被看到了，其实就是啊。这个啦，这是我的背景是绿的，所以才会是绿的，懂吗？哇，我的皮跑不出来了，完蛋了，都你们啦、啊、完蛋了，我的皮消失了。不见了啦，坏掉了，玩坏了，对，坏掉了、欸。这就好了啊，这个嘞，哎、欸，好了好了好了，白痴哦、喔，
好了啦，不要再跟我计较这么多了哈。我没有被绿，只是背景绿绿的，听得懂吗？我没有被绿，但背景是绿绿的。走猫叫啊！这边的村庄又判定了哎、欸，暹罗猫，来啊，飞天螳螂，来喽，飞天螳螂。猫咪过来，我不会逼你吃安眠药。猫咪来喽，吃安眠药喽，猫咪。有没有动物用的安眠药？我知道它有那种麻醉的，哦，那什么，可以吸麻醉的那个医疗器具吗？那有没有口服的安眠药啊？好狠！我以为渣渣的伺服器暂时关闭，今天还要。今天我记得要回日本啊，对耶。对耶，难怪他今天跟我讲说今天没办法。想起来考。他今天早上有开台。啊、他怎么跟我说今天没办法、啊、可恶啊，不过了吗？啊不是啊，他半夜开台那个是因为那个啦，在打LOL啦。啊，这边设计真的是，他应该是下面这边没放铁轨啦，所以经验吸不到。好了，昨天一点开到早上，对啊，那时候都睡醒了、欸。我睡醒去刷牙、洗脸，回来就刚好关了。来，放点钱在这儿。他早上打LOL啊。这边真的好乱，可恶。哎，没用的扔一扔好了，会有用。我放我那边，没用。他最近很常在习惯时间开台，会黑激素那是什么？那是什么？毒
鲁哥说动物用的应该是助眠剂，褪黑激素哦。等一下啊，为什么一个人？你是自己把自己揪过来哦？感谢与优鱼鱼的揪团，感谢月林安安。干嘛？高高要关了是不是？怪怪的哦，怪怪的哦。我看一下他，哎、欸，他已经关了哦，他关台了。哎、欸，这个人在玩什么游戏啊？红鬼。哎、欸，高高怎么那么早关？这不像是你呢。阿高关了哦，难怪以夜月会过来，自己就自己过来，感觉好边缘。不会啊，其实你知道，你只要在你的频道打揪团指令去别人的台，他会把你这一台目前有挂着人全部揪过去。那原则上你自己打指令一定会有一个人，那就是你自己。他累了，他是心累了还是玩累了？那款游戏真的是蛮累的啦。那款游戏欠玩，除非真的要很默契还是怎样的，不然有时候他不是有一些特别的任务达成吗？没有达成就觉得很，哎，很 QQ。你看，你又揪了，对不对？你只要去你的台打自己的指令，就一定会揪一个人过来。来，我跟你讲哦，你们现在。有在看台的人，你们可以去你们的台打斜线 RAID 这四个字，这四个英文 RAID 空白，然后打我的频道，我的那个账号名字，你会打斜线 RAID 嘛，空白 Dancing 919，然后就会显示揪团。我之前就是会故意去人家那边闹，都是打这个啊，就揪了一个人过来。原来你有成功揪过一次，有啊，你刚成功揪了啊，你又揪了一次是不是？对，如果想要去，但这个就是好玩啦，因为有时候觉得会是困扰，但是玩一下没问题。没事啦。没事，不要道歉。哎，想改无限攻了，可恶！最近打架的机会变好多。笨笨熊猫君，感谢你的揪团。对啊，就是这样子啊，有没有？还真的可以，真的啦。月灵，下次高高开台，你就这样子试。你会看到高高开台说：“感谢月灵的揪团。”我那时候本来要这样闹，结果那个下马克刚好前一秒在我的聊天室打字，我想说：“什么？原来有人在等我开台吗？”好啦好啦，等我一下啦，我马上弄一弄，就发现下马克根本不在。治疗药水有用吗？我眼泪多吗？六个，哦，还好，好吧，我们出发吧，打凋零骷髅头，打不死系很有用，不是啊，我要自己吃的啊，我要自己用的啦，打不死系干嘛？剑，这应该够吧？啊，再去收集剑石好了。有诶、欸，靠腰有啊。感谢月灵揪团，感谢佛君一笑的揪团。对，所以正常来讲，你们其实都可以自己打指令，自己揪自己过来。然后结果发现说你们揪两个人呢，啊，那就是有人在偷偷挂你的台，就是挂你的台，然后不小心被揪走了。
火箭加速箭矢。应该够了。啾啾的奇幻啾团。偷偷过来抓到。对啊，但是你也不知道是揪到谁过来啊，因为你揪了之后才发现是两个人。靠腰。繁星啊，如果送十份订阅，能不能听到繁星版本的乌梅子酱？乌梅子酱，我你们会觉得好听哦，我不喜欢听那首哎、欸，我听歌很挑哎、欸，首先押韵就很重要，我听歌一定要有押韵，听得顺耳才行。那种没押韵的，我听得很难过哎、欸。现在伺服器只剩我一个人，所以史莱姆其实很有效率。等一下满了呢。三个人，除了小呆鱼、小呱呱，哎，呆鱼，请问是哪三个？你、怪人、泡芙吗？等等，其他两人是谁？对吧？这就是有开台的主播的疑虑，就是我觉得我下次如果直接揪团，应该也会带到两三只猫啊。哪天突然揪过去说，哎，等一下，怎么还有其他人？因为没有，那时候有时候不想揪团，也不是不想揪团，就是没有揪团的原因，是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是真的想挂我台，然后时间到了就是可能有装插件，然后可以直接挂点数还是什么的，对，所以有时候不是我不想揪，是有人会想要就只是想挂台，但是我觉得就互相嘛。而且那时候也不知道，真的也不知道揪去谁那边，但都在睡觉啊，所以其中一个人是我，欢迎去安安我那边的，什么意思？哎、欸，说到你那边最近有什么要？问一下哦、喔，那个泳装的零还是什么有要抽吗？现在免费抽还是有，就是他有要一定要抽出来吗？话音。哎、欸，干你不要哦！叫你不要了，你看玩出火了吧？哎呦，飞到哪边了啦？这样很麻烦呢，会迷路你。是这一栋吗？这是哪个碉堡啊？不对呢，不对呢。
喂，这里是哪里？嗨。不然他不能一剑打死。哎，这里是。哎，这边也很近哎，等一下哦。咦，我只是喜欢乌鱼子酱的副歌啊。好啦，那你要送的话，我再唱，好不好？可是我真的不喜欢那首啊，也没事啦。找到新的碉堡，哎、欸，那时候找好久哦。然后这个碉堡、欸，我不知道怎么讲哎、欸，这碉堡也不是说到很好哎、欸，因为它。一个好的碉堡就是要在岩浆湖上，这样深怪压制才压得好。哎、欸，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多少啊？一几啊？118负，笑死！安安啊，哎，我才弄好的装备、欸，看一下哦。走喽！178负198，哎，我要直接迅速冲过去耶！看一下，还好这个，哦哦，保护。拿什么吃的？吃的，你笑烂了，怎么会笑烂？其实我刚好看到，我只是想说，看我的血量到底是快没了，还是还有一点点。然后你们看我准备要吃了吗？吃的。要武器吗？要哎、欸。肯定要的吧，武器。完了，主播有人要趁机开车，我猜用车。开什么车？铁之克星 ，No way！ 好，我们出发。五分钟物品就要消失哦，不是，我只要不靠近那边，现在地狱是时间暂停啊，也是啊，消失再找就好了。
欸，我怕是挖过去，挖过去来不及耶。1178，你看我往负的挖吗？欸，往左边呢。我是怕挖过去时间刚好五分钟，然后来不及捡。不到两分钟就消失了。哦，那就是这张地图有问题耶。没事啦，应该啦。反正后面那个炸石机做出来后就还 OK。负200耶，这个200的距离其实怕是在128格内，然后这样子导致我太接近那边。猫猫猫猫猫。对啊，谢谢，谢谢让我听好听的啊，谢谢月玲。我刚怎么会没有看到这一集？啊，不要，我没有弓箭哦！不要闹，不要闹，不要闹！我现在没弓箭哦，晚点回来打你们。你有没有弓箭？你有箭矢借我一下。阿姬，你怎么在这里？我还想硬过去说，一只克星不行啦。你别，你没看到我，你没看到我，你没看到我，看不到，看不到。然后坐标多少？1178，1178，洁癖呀！有没有职业道德啊？请问你有没有职业道德啊？啊，都不能乱截图的、欸。我要挖方块说啊，里面挖好。感谢落叶的订阅，的会员，谢谢。但是我现在要先赶过去。不，1918是往这边呢，左边呢。198。1178，我不要点，我不正要电哦。
饶过我吧，我很可怜了欸。这边很眼熟，这边很眼熟。是总是那么的似曾相识。哦不，哦 no， 哦 no， 哦 no。这边没有，这边走过，这边没走过，这边没走过。要找到两个圣怪抓，在哪边？在哪边？我竟然没带盾牌就跑地狱！天哪！死了，又死了啊！算了啦。啊！哎，怎么办？算了吧。怎么办？我真不知道在哪欸。你好勇，泰扎的守护盾没了。他早就改名字了，已经改掉名字了。还是喝隐形药水有料啊？装备翘刺，没事的。那个其实真的再捡就好了啦。没盾没弓没抗火就下地狱，厉害吧？我以为我找得到嘛，谁知道我不行。没盾没弓就下地狱，还是再试一次。这次我喝隐形药水冲，这次我喝隐形药水可以吧？波西安 ，Hello。怎么办？我还要剪吗？再剪感觉很浪费。月灵可以拿东西，可以拿，可是他们不会攻击啊。介符盒里的工具也没，介符盒里面其实没什么东西啊，工具都在中介箱里。介符盒里面最多的东西就是鹰架了。哎，比较痛的是鞘刺，那时候啊，难怪会痛啊！我带着鞘刺，我不是穿玉髓盔甲啦，白痴哦。不捡玉髓白挖，挖什么？我玉髓放在家里啊，我老早就提醒你了。你如果不想看，你离开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
你想提醒我啊？如果万一我这次一次过的话，啊你还会提醒我吗？啊，你先讲嘛。先撇除。我不是啦 ，YT 的啦。我看他提醒我什么？哈哈，笑翻了。盾牌呢？盾牌要带啊。你知道你打完这个的时候被刷走了吗？提醒我两次，那所以嘞。而且刚刚那情况下，哎、欸，你有看到刚刚凋零骷髅头有几只吗？刚刚凋零骷髅有几只吗？刚那情况下，你被围也是不见欸。隐形药水，抗火药水，好。有人说隐形药水是要脱光衣服才，可是他是说怪的范围欸。哎，走了啦，算了，真的不行，再说吧。我今天有倒霉，我觉得还好欸，不是哦，啊游戏就这样子嘛，今天没开防喷防爆，啊就是游戏的乐趣啊，啊你也不能因为就是死掉东西喷掉就这样子吧。哎，感谢小起点，感谢伊斯提亚小起点。我没带稿子欸。是不是莽撞啊？还是我应该等人上线，请他马上陪我冲过来拿。刚刚时间应该停在那边不动的。哎呀，亏了。我觉得其实还好啦，除了遇水难挖，其他都弄得到啊。如果真的不想要用御水装的话，其实我真的只要翘刺就好了，对吧？月灵要拿东西，我要拿什么？哦，月灵哦，北七哦，没有，有人在问啊，月灵是不是可以拿三叉戟什么的？我说可以啊，啊可是他们又不会攻击，不会捡三叉戟。物资够重新弄一套，对你现在用这个讲法啊，刚刚不就跟你讲说这又没差又没关系，又被你这句话讲到，我就又想要回去捡了。想说再弄就好了啊，结果你这样讲说什么遇水白挖浪费。然后想说奇怪，也太痛了吧。对，我是带着翘刺的。哦，我现在这边查一下隐形药水好了。隐形药水，等一下哦。顶层，可是我死前我是在那个嘛，我是不是说那边
那边的那个什么啊，不合格的，因为有什么一大堆啊，不在岩浆湖上。然后那时候看到我已经挖掉两个那个嘛，两个烈焰神圣怪钻。等一下哦，隐形药水。欸，没有说隐形药水怎样欸，我会不会白痴穿隐形药水喝下去，然后被砍死啊？因为那天有说什么，你穿盔甲会减少什么一米的侦测范围。下班，安安，果子安安。哎，我现在装备喷光，我要回去捡，所以但是又不知道在哪边，很是困扰呀。隐身药水不是隐形药水，隐身那靠药在这边是不是有点危险？跟你先。隐身，无呢？啊！笑。可是蔡渣那时候装备还是钻石而已啊。药水使得玩家隐形，对于中立玩家是无非玩家穿着快。第一件盔甲导致收服一米之后，每一件为三米。所以我到底要穿还是不穿啊？你看，我第一件发现你的距离为一米之后，每件加三米，所以我是穿越多，他们侦测范围越哦。所以我还是要裸装，我裸装的话就是越难发现啊，越难。好害羞哦，我们那就拖吧。好害羞呀！等一下，我在玩潜龙谍影。等一下，我的装备好像快到了。我觉得是消失了欸，就在这啊。我就是消失了啦。
哎，算了，没关系，重弄重弄。哭哭，哎，没事啦。是，你想，我刚刚不是喝了八分钟药水吗？然后大概走到那边，然后东逛西逛看了一下，时间也差不多了。可是没领薪水，没事啦。好快就放弃了，不是？是真的就是差不多这个位置了。你刚刚也看到那个，刚也看到那个啥，三只烈焰神的地方吗？那三只烈焰神的地方就是我喷掉的地方啊。那我看一下哦，我看一下自己喷的点啊。对耶，我还是穿着袖在打耶，我是白。哎，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讲，刚刚大史莱姆卡的地方就是我准备死的地方，我看一下哦。十字路口，左转遇到凋零。对，我就是死在那个哪里。哎，对啦，应该是看到圣怪砖的位置没有装备了，没错，就是在圣怪砖前面。刚刚上一场的在里面待的太久了，所以装备喷了。没事啦，明天我看一下，我现在库存几个。重点是鞘翅啊，鞘翅可能叫龟龟帮我去找一下吧。那其他东西都，那啥，这个反正这个再挖就好了啦，真的没有什么好碰的吧？你看啊，其实三叉戟也在这，要贵的东西都在这，就觉得还 OK 啦。妈妈妈妈妈！哎呀，没事啦，真的没事啦。哎，只是应该会关台。我应该会关这个台啊，明天再说。十二点了。哎，我稍早在干嘛？我想一下哦，现在又喷了一个另外一把丝绸稿。哦、我想一下哦，还有什么啊？掠夺的刀稿子。好像真的也还好哎，因为都要关了，想关了，对吧？因为今天发生了些事情，导致我太好奇后续发展。哎，没事啊，没事啊。多再弄就好，有看他们出现再跟他们说就好了，没事没事。各位晚安啦，各位拜拜。坐标在1178负17。对啊，我知道啊，我刚刚我们这边有讲啊。但是你看好，来来来来来，我再分享一次画面，这边，好这边哦，有没有看到这边爱心的？哎，好烦哦，我再拉一下这个视窗好了。真的有时候一件事情不想一直重复讲，我知道，我都知道啊啊，我就是死了嘛啊，死了能怎么办？回去尽量找啊，找不到啊。来来来来来，看好，你看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我是穿翘翅。好，那这边是不是打了烈焰神？对不对？然后就在这边，我才注意到我的血量没有了。我想说，这个是没血还是满血？然后准备要吃东西的时候死了，但是死在深怪砖前面。那条路很眼熟嘛？在这里有没有？前面是深怪砖，然后这边是大史莱姆卡的地方，对不对？这边是大史莱姆卡的地方，所以刚刚经过这边没看到，就是没有了。OK 吗 ？OK 吗？不要再让我受伤咯。好啦，大家晚安啦，拜拜。